思雨有三个女儿，其中二女儿莉莉凭借高颜值以及清纯气质收获大批网友喜爱。日前莉莉在万圣节打扮成天使，只见她穿上纯白短洋装，背着一对翅膀，一头长发自然垂落，看起来楚楚动人。随后她也上传了一系列时尚穿搭照，一端半上衣搭配阔腿牛仔裤，露出纤细腰身与一双大长腿，姣好身材让众人直呼羡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人大赞莉莉的美貌，神似林志玲和大 S， 让小 S 忍不住发文开玩笑说，原来自己只有两个女儿，但明明记得当初开了3次刀，而且莉莉现在还进了她家，让她笑称很困惑。没想到贴文调出林志玲本人大赞莉莉跟妈妈一样美，小 S 也搞笑邀约，请对方带上儿子见个面，有好多东西想讨论。林志玲也大方答应了，一来一往的互动十分逗趣。Bye.